望有關方面正視一下啲小動物咯，唔好俾人哋咁樣虐待法咯。如果話係喺警隊裏邊係設一個係專職咧，係負責調查係虐待動物案件咧，其實喺世界上咧係極少。完全是藉口和他拖延咯，根本很多地方國家其實都已經成立了動物警察，而且亦都是很有效地樣去預防到啲人拉到啲人虐待動物咯。而我哋都未遊行，他哋已經出嚟話不可以成立動物警察，我覺得完全是很荒謬的事咯。佢無論我哋做啲咩都好，他都是講呢句：我哋需要動物警察。你知點解啊？因為他目中無人。他根本没有放过动物在眼内，因为你知不知道虐待动物在差馆里面是贼行来的。